是部队在这个基本制度训练，请指示。开始上课。秦少卿，我叫张敏，是你们新来的教员，主教心理战术和心理训练。大家对心理战术有什么看法？报告，我来回答。你说，心理战术是关于研究心理的战术的学问的。回答完毕。这么废话吗？跟没说的一样，真是废话。回答的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大致意思是对的。所谓心理战术，就是通过心理学对犯罪分子进行分析，从而达到瓦解其心理防线的效果。张教员，要是光靠张嘴就有用的话，那有我们这些特警队员干什么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特警的专业训练固然重要，心理战术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。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才能达到完美的克敌制胜的效果。张教员说的没错，兵法有云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正所谓上兵伐谋，七次伐交，七下攻城。用兵之道一定要懂得不得已而为之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善举。杨队长说的极是，依我看，这在实战中根本就行不通，到头来还不得靠圈，靠圈来解决问题吗？王永春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，整天都知道打打杀杀？人家张教员可是个文化人，像你一样只会整天舞枪弄棒的，一点都不像。谁说的？要论特警的专业技术，我可不输给各位啊！杨建，要论文化，我王永春不敢啰嗦；要论拳脚功夫，这女的吧。这是两码事。你搏击冠军的两拳我已经见识了，要不比划比划？怎么？不敢了？不敢就算了。还是来吧。行吧。什么？你是学员，我是老师，我跟你对打，以大欺小，看中你了。这样吧，我让你单手。你给我看不起人，我不能干。不让我让就吃亏大了，赶紧的。我让你说说，来吧。开始了，我要进攻了。走，开门。怎么了？我系鞋带。怎么了？系鞋带。你少来！不是让他单手啊！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就对了。王永春，你知道是怎么输的吗？他明白是耍赖。你可以说我是耍赖，但是在实战中，过程并不重要，结果才是唯一目的。如果你被犯罪分子耍赖而中了枪，那你是不是也要跟他要公平呢？在真实的对战中，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王永春，如果论公平对打，那我张明肯定不是你的对手。
但是你输，就输在了心理上。